今日刘德华在香港殡仪馆为父亲刘礼举行丧礼。刘德华乘车抵达现场，戴着口罩，神色哀伤。从港媒拍到的照片可以看到，刘德华牵着太太朱丽倩及女儿刘向慧，三人表情凝重。刘德华母亲在亲友的陪同下从地下停车场进入灵堂，没有接受记者拍照和采访。刘礼老先生享年97岁，刘妈妈年纪也很大了，强忍悲痛送别亡夫。下午5时左右，亲友陆续进入灵堂拜祭。与刘德华私交甚笃的郑则仕一个人现身，英皇集团老板杨受成一身西装到场，吴君如身穿一身黑裙匆匆现身，吕良伟一身西装到场。75岁叶德娴低调现身，他剪了短发，神色哀伤，低着头握紧双手进入灵堂。谢霆锋、容祖儿、任贤齐、郭富城、洪金宝等人送花圈悼念。消息称，灵堂大约在下午5点到9点接待亲友拜祭。